政治的拼潮，民进党今仔嘛伫印刷饭店办专大会，总统蔡英文授旗予赖清德，营造出大团结的气势。赖清德讲已经准备好势，要担起后一阶段执政的任务。针对另外一边伫开台的集会，伊讲伊会认真来看台塑对政府的批评，或者做未来改变的动力。蔡英文交棒给赖清德，营造大团结的气势。民进党全代会十六选伫创党的燕山饭店登场，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的赖清德表示，已经伫旧调做好热身，要扛起下一阶段执政的责任，也对前立委黄国昌发起的开道活动做出回应。今天在凯道上有一个机会，这是民主的常态，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。不以人废言，也不因为他们人数的多寡，我们听到了建设性的批评，我们必须采纳。赖清德讲，会甲倾听声音，将做未来改变的动力，也推动国家希望工程。以四大基调展现追求民主和平的决心。李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讲到这四年的政绩，呼吁拢推举赖清德，也要拼国会过半席次。我相信赖清德能够在新的变局中接棒蔡英文，稳健带领台湾继续前进。这几年来更是做足了准备，是最能为台湾守住国家利益、阻挡专制威胁、在民主道路上壮大台湾的最大人选。台会宣言也强调，2024大选是民主甲专制决定，更加是落实责任政治的使命。专大会中也通过《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》第六条修正案，禁止黑金抢夺参选，展现民进党改革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